像是纯净的水晶，净化病人白天污秽的能量。子庆说，夜晚是整理白天杂乱思绪的神秘世界，如果不能好好进入，就没有办法消化白天那些压力跟焦虑。你知道，一个好的睡眠就像好的空调一样，将清醒时的日常素材以适当的梦能火候烹调，成为每日精神养分。哦，你是梦的阿基师哦。我比阿基师还要厉害，会天鹅撒野。快躺啦。哦，所以是要吃饱了夜晚的梦，白天才会有精神。对啊，偶尔跟梦里的另一个你吃饭，虽然不见得认识他。哦，所以我茉莉有可能会遇见另外一个我，可能是茉莉的另一个玫瑰。外表美艳，内心带刺，好准哦。哎，三点了耶，再聊下去我们真的要吃早餐了啦。啊，可是我睡不着啊，怎么办？我就是来帮你的啊。不过要靠你真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，然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、适合自己的空间，才有办法真正根治你的睡眠问题。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说教，说教也是为了让你睡个好觉啊。好啦，不要想这么多，先放松，吸气，吐气，想象你的呼吸像海浪一样。不要唱了，不唱，到国家剧院不唱，我要去哪里唱？这个柔声，只求能够。